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瑞威山西首部 Beauty Showcase 的这个发布会，给大家一个热烈掌声，好不好？这些词呢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，就是说。 市面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产品，它是一瓶可以代替所有的保养品。以前我的皮肤呢，底子是蛮好的，但是呢，就是用起来其实还是会有斑啊，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。现在一瓶而已，而且包括我身边所有亲近的人，就是说一般你的皮肤变好，你身边的人是看不出的，要很久没有看到你人才看得出来。那么我身边所有亲近的人都讲，我皮肤越来越好。 我以前我不懂什么叫美，而我今天看到的，跟我知道的，这个consensus接下来的商机是很大的，因为没有一间公司舍得把27种专利钱放在一个那个美容里面。接下来如果每个人看得懂的话，这个商机它可以制造很多亿，我也不会讲计算，我知道的是很多亿。 只要你相信跟着公司的系统走，我们可以得到每一个人想要的。从6月份那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产品，直到现在，我真的是没有看过一场联席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这样成功的一场，对不对？必须要，很热烈的机会。而今天他能够趁我们的9周年推出这样一个产品，就代表他是带着100%的那种。 强大的把握信心嘛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必须要给宽先生一个热掌声。而我现在用这个产品，我想都不用去想，我就直接可以很容易的接纳这个产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这间公司非常有信心。像在5年前的我也是一个商人，但是我绝对我拿不到我所要的东西。那我来到这边5年后，我知道。 Riway 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一间公司，而这5年里面，我拿的东西根本我想不到的。所以你说到接下来的市场，我只能说一句，一个字爆。爆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得了。只是通过谁的人脉把这个市场拿下，我觉得接下来成为世界第一，我觉得不远了。